是吧？今天100公斤，你打算推多少个？80个。80个。对，很多健友他不相信。那其实推80个它是有诀窍的啊，关键核心点在于一个呼吸的节奏，因为很多人他推到30-40个过后，他的耐力就跟不上了，所以这个呼吸的节奏是很重要的啊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片来上秤啊，看看它的重量。来，天哥来，把杠铃我们上秤看一下多少重，对吧？看看这个秤上是多少重。这个杠铃片是21.多公斤啊，42.4斤。好了吗？把杠铃，杠铃也看看。好，杠铃它是正好20公斤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总重量应该是超过100公斤啊。好，节目干了，大家来报个数，报到80。我要在这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一、四二、四四、四五、四六、四七、四八、四九、五十、五一、五二、五三、五四、五五、五六、五七、五八、五九、六十、六一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、六五、六六、六七、六八、六九、七十、七一、七二、七三、七四、七五、七六。80。什么感觉，师傅？什么感觉啊，师傅？还能再做一会儿。还能再做一会儿。还能再做几个？做个3-4个吧。三四个。